角的变化球被带起来，中间方向平飞球，又是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到三垒时候被喊了下来啊！现在台湾队攻占的满垒了。打开了，九局下半现在还没有出局数哦。这个球其实不是那么好打，后来居然可以打成安打。前一颗球比较甜哦，但是牛乐没有出棒。这球其实有做到投手想要的，没有错，变化的轨迹哦，反而被打成安打。